韩金龙他妈鸽子猪呀，这逼啊，不是鸽子猪，鸽子蟒，说错了。哎，我裂开。黑气地图吗？就艾伦哥呀，大图呀，大图呀。行吧，对吧？啊，准备。他今天，韩金龙今天过生日，喝多了。然后他说他现在来吗？别人过生日就算了，好吧？他也不想鸽子。他刚还问了，要不要他现在来？算了吧。算了吧，过生日。对，而且喝多了。一会儿过来就抓着我们就喷，怎么办嘛？对，一会儿赢他的钱不好意思的。对，他妈赢我的钱就好意思是吧？没，他都喝多了，一会儿这我就吃了多少？你这个茄子，我一百度你的图片全他妈是茄子，就那种紫色的真的茄子，我是你哥。哦，被他吃惨了，被这逼。没事啊，这妈有不 JJC 来了吗？哦，不参与，不行，这必须得。我自己几斤几两，我心里面还是有点。不，先不着急呀、啊，先玩一玩呀、啊，兄弟们摸摸底细啊，都互相认识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他如果很厉害怎么办？谢谢大爱咕咕鹰送的飞机。他如果送办卡参与抽奖啊！他如果厉害，我把我的鞋垫子吃了，兄弟。啊？真的假的呀、啊？真的。哎，粉丝团任务开一波，兄弟们！但我今天的技术改变就练开了，你知道吧，刘哥？这里歪成，当我们第一把直接来把一把鸡，好吧，一把鸡。OK， 我是这里的霸主，我平时只跳这里，知道吧？真的假的呀？真的的。走了，兄弟们，走了。都很厉害的呀，我操，今天又其实都觉得吃鸡杀人很爽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？对，我有个体验就是谁杀的多谁缴费，对吧？又爽了，对不对？就感觉自己不是特别亏。那我落地成盒了呀！你他妈是谁杀的多他妈缴费？这妈不是在逗吗？怎么那就杀的人爽了呀？心里面觉得好受一点。那他妈的，我宁愿他妈直接跳伞了。直接摔死！我直接天上割绳子呀！你妈比死得快呀！那没意思，我们还是不是？哎，不是呀，我们不能他妈这么想呀！我们在一起组在一起是要认真打的，好吧？有人要接吗？我有车，后面有个谁？茄子要接吗？哎，下来，老师接一下，老师。我不要接，不用接，不用接，我不接，好吧？那留了啊！留。不是我的意思，说你接我啊！好、啊，我接冬瓜奖，那我留了，我跑得快得很。你先过去，快会强一点。我们去双拼啊！哎喂，不是，哎，我翻滚了一下，你看到我出问题了，你还不走？我操，这肯定不能怪我呀！我操，我看你刹住车了呀！哎，控不住呀，他翻滚了一下，我裂开了。这个要罚50啊！哎，这肯定不罚呀！你故意在这碰瓷。啊妈呀！哎，这是有水友开车来了。啊？到了呀！左边，在你左手边。完了！哇，这我天！那我这车明显失控了呀！他不走。我的摆正，我的摆正，我把车把住已经很细节了呀，兄弟们。大家可以参与一下这个抽奖啊，可以换鱼翅的。我怎么感觉你们要被躲？我感觉。直接进楼，强哥。我人都没看到，血条已经炸掉了。血条见底，你知道吧？哇，好蛇皮啊！这个房子我裂开了。血送飞机啊！血送飞机啊！又有人开他妈开车来了，是最离谱的。哇，直接裂开吗？王滚！猪！高天，帮我叫一下新子。哇，
帽子裂开，你们加一下那个，我这里看着还行，好吗？你们加一下那个，加一下那个清晰度。哎，怎么没有长枪呀？这里面一把都没有。哇！不是，你能安静点吗？啊，队长，我操，我傻了。多个四倍有人要吗？真是的，天使送了慢卡啊！谢大家送了慢卡啊！谢谢送飞机，谢谢。哎，有空投，刘哥。木虫一样啊！哎，有车来了，有梦想可以追着吧？飞机来了，直朝我们飞过来的，还没落过。落了吗？没说过。落了，已经落了。又他妈有人开出去了啊！落了，说落了，说落了，说。没落呀，关键是。没落，有人来了，有车来了。我需要支援，我需要支援。呀，我这边都他妈干起来了。我这里需要我这里需要 cover。我来了，就听你前面了。等一下，网管还在打，我们先这把先玩，好吧，先玩。我这把挺肥的，哎，缺个快扩，兄弟们，缺个快扩，缺个二级头，缺个快扩。我这把三级甲呀。哦哦。哎，哥，咱聊一下。聊一下，兄弟。哥，青哥，你这个青哥，你知道有多他妈牛逼吗？你这个青哥直接把我的耳机声音他妈的弄成那个音响在发音了，太屌了。哎呀，拜拜哥，拜拜。人家叫一声青哥，我本来是耳机里面发出声音，结果直接变成音响发声了，叫一声青哥。三枪。走，强哥下去，救他，走。没中。来得及吗？感觉来不及了呀，你已经凉了。哇，扶住了，强哥牛批。听不到娃娃说话了，听不到了。哎，你们这别哥，哎哎，爬进去。不是，哎，我这怎么老是耳机跟音响切换呀？哎呀我难受呀！不是，我怎么老是耳机跟音响切换呀？这些只要一在开游戏麦，我就会切换。我歪歪也听不到声音了，我要重进一下歪歪。这他妈这些把我电脑说卡了。你们现在能听到游戏声音吗？你们能听到吧？应该可以听到对吧？
你们现在能听到，刚刚能听到游戏声音对吧？那就是对的呀。哎，张哥，操！你等会儿别开游戏麦，你那个麦跟我这个冲突，你一说，你一开游戏麦，我就会音响跟耳机切换。等会儿那个，等会儿你被打倒要聊天的时候，我就帮你跟他聊天，好吧？你就别跟他聊，我帮你跟他聊。不是刚刚我们离着108000里远，你怎么跟他聊？我大声一点不就行了呀？可以，我大声一点呀，我大声一点。我帮这些聊不就行了？狙击手有很多是吧，刘哥？很他妈多。我玩吃鸡的时候，我一晚上3小时，我能跳他妈50次。可以，可以，真的。哎，左下角粉酸抽奖2000鱼翅折2000人民币，一张办卡参与抽奖，兄弟们，粉酸任务冲一冲。小地图挡住，我失误了呀。这我们稳一点，我们稳一点。有人出击的话，我们吃不到鸡的。我们跟他们打打来打去，又会消耗子弹，又会消耗护甲程度，又把那些药都打完了。这把这样吧，我们要不是那个老战术，我们四个人分散跳，然后最后集合，大家都别死，怎么说？然后都收肥一点 ，B 站。Hello， 哥，我无所谓的呀。那可以，他妈的有点难吧。不会不会，我们分散了，他们反而不好找，你相信我。我们这招以前我们四个菜逼，很容易吃鸡的。我先走了。我这个位置才他妈猥琐，你知道吗？老师，相信我，跟我走。哎，你也跟我想着一个地方吗？对。可以。我们左边阿成打的富二嗨哟，这只有我们两个学校。但我们两个收一个地方有点太倒霉了，好吧？我们猜拳赢的人收学校，输了的收那个拼图楼。然后3、2、1，我说石头剪刀布，口嘴巴念，3，石头剪刀布拳头，石头剪刀布帕子，我裂开。不好意思啊，哎呀，不呀，我猜他可能两连出拳头，结果裂开了，被他剪烂了。猜到了呀，猜到了，我猜到了呀，神算子呀。呀，落地 SKS 兄弟还可以吧？哇，我这边好肥，我这里还可以。哇，这个想了解一下，这个游戏经常很多时候一些垃圾地方刷很牛逼的东西，感觉我这把这个地方就会很牛逼。哎，我操，我傻了，这为什么子弹卡在地里面不出来的呀？哎，那我们两个这把就一起走吧，强子。OK。我无敌了。一定要当心，一定要当心，他马上会过来的。我知道，我稳的一逼。他们动作很快。
哎，无敌，老师啊。嗯。我无敌了。你真无敌了吗？我真无敌，我不骗你的。谢谢亮亮送超好啊！谢谢亮亮啊，牛逼啊，亮亮。哎，我这来车了。了谢谢亮亮啊！过年了，过年了，好、啊，收到超火，过年了，我操！马上，马上，我来救你了，我来救你了。哎，你们耍不耍飞机？我这有飞机，耍不耍？有油吗？有油吗？我这、哎、我要支援，强哥，我要支援。你先走油好吧？我去找桶油，我找你啊。他离你还是有点距离的。来来来，他两抱团，我两抱团。他不敢直接他妈打我的。他过来了，他过来了，他找你去了。就一个，就一个，你不要慌。请他放平啊，他就一个人，我马上来，到你楼底下了，老师，请他稳住。他有可能会抽身打你，好吧？他有可能会抽身打你。他打不了我，打不了我。我裂开。哎，兄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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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聊直接打我真没意思了，好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别打我。对对对对，鼠年快乐，好吧？我祝你鼠年一年吃大饺子。OK。很他妈牛逼，他在哪里？他下来，他下来找你去了，找你去了，找你去了。他在哪？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。下去了是吧？对。哇，这个人进来直接一枪我就砰嚓就没有了。呀，我没有油呀，怎么办？哎，你不要打我呀！你锤我呀！啊、我没有操作呀！又来人了！等一下，补一下，补一下，补一下！你现在稳住，现在稳住，先把药打满来。哎、啊、，OK。先封个烟，我们上去走，我们往上面走。OK。他楼上的话会有人过来，另外一个顶楼也会打你的。那稳住，打你了。茄子，我们在圈里是最烧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呀，我们在圈外，强哥，我哇，我们好网。我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迷路了。我出不。啊，好烦呀！集合吧，两人抱团吧。我这里有那个呀，有飞机呀，我们上天，它不安全吗？没油啊，我们走吧。我封个烟，我们走。嗯，可以找的。走吗？走走走走走，我们要走，我们要走，我们封个烟，我们到对面的楼里去，走走走。太穷了呀，稍微收一下，我没有脑袋，我直接一枪就没了，几秒也没有，完全没有任何作战能力。来了，哦，哎，来了，我知道，哇，好多，我炸了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，我没有头盔，应该是没了，这就是，这里有二级头，来来来，来来，有几秒吗？有看到几秒吗？没，我也没有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哎，你们两个能不能过来？过不了，我就有人了，我就来人了。你可以稳定输出。哎呀，没有几秒怎么打呀？哎呀，炸了呀！强哥，你上来，你上来，我们两个支援呀，我们互相支援。我们要走了，我们感觉有点危险。我操，还手调皮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有人上来了，好像。你听到了吗？对对对。但是我们被包围了。这帮人好欠啊！呀，他们就他妈的也不走，就在那给我们心理压力。哇，各圈怎么还有70个人啊？哇，多少专业！我跟你说，30个人在我们这里，
这些。哎呀，我们走不掉了呀，阿强，我们他妈走不掉了呀！我跟你说，老师，我们马上开飞机来找你们，好吧？好，马上开飞机来找你们。他停车了，他停车了，他车停了。等一下，你可以拖他车，知道吧？走走走，我们去拿个车。来了，进来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丢个白，我操，白车完了，操死！哎，我枪压不下来，操着的，我没了。狗了呀！我怎么听不到你们说话了？喂，你们能说话吗？一箭头。哎，我他妈好难受呀！我现在怎么办？我跟他们耗老子要多，你妈的！打架打不掉。傻了，完了！哇，他们就这样卡着我们，你知道吗，强哥？他们就这么卡着我们，我们只要进入这里，就是他妈快乐屋，就永远就没了。跑！老师，老师，哎，你们要大哥，你们不跑毒的吗？你们？哇！哈哈哈哈哈！赶紧要，你拿了吗？下次啊，下次我们来了吗？我们到一个地方收两个屋子，赶紧找车就跑了，直接就跑，被只要被包围，直接去世，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可以逃出生天。找个车，下次我们分工明确。哎，下面也没电了，天哥。我们被包围了。你这里还挺反击的，或者我们这里简直就是离谱的。哇，我巨飞，你知道吗？两把满配的枪，你妈十一个急救包打到后天下午可以打到。
延迟没用，兄弟们，延迟没用。我比如我开个一分钟延迟，我在那里收，收着收着，兄弟们，等会儿就开骑个小摩托就过来了。哎，帮忙叫下小新呀，叫下网管呀，哥们儿，你们在干嘛呀？好，我来。可以把人杀了，卡了，等一下，我让他们帮忙调一下，稍等。哎，有问题，就是我跟你讲两个问题，第一个他们说画质有问题，这是第一，我给你打倒了。第二个是玩着，我没子弹了，它上面还有一个，张哥，耳机的声音就突然转移到音响，还有一个吗？就变成音响发声了，帮他丢烟了，对哦，转移到音响发声，对，看到了，左下角坡。左下坡又来车了，几个？哇，三四个了呀！音响是哪一个来着？这个音响吗？对。这边禁用啊！好，那你进，你这边关掉。好，我对我这边这个也要关掉，全部都关掉，就留一个。OK， 好了。然后画质是吗？对，画质，他们说画质有问题。画质只能开这么多，高了别人就会卡。他们说是游戏里的画质，游戏里的画质是这个，要贴近游戏才行。就是这个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对的，不用调这个。有背景吗？他们说的是没背景，没背景。游戏里的画质，那你填那个。咱们进拳吧，张哥，快点。游戏好，马上。他们走了。没问题嘛，没问题，就这样吧。我填点子弹，填点烧烤吧。调高级就可以。我你填点，我155。那个把我舔过了，他没子弹了，我舔完了。就是这样的喝。烧烤、啤酒。有。好。够了。你又喝不了了。不喝。去前面房区等他们来围吧，好不好？可以。还有车震过了。快走，一会倒了我救不了你了。怎么说？哎，这把感觉有迹象呀！妈，圈都这么小了，都没有吧？这要是吃鸡，怎么说？老师，啊，不是，我们两个都死了呀，我们两个没法来踩头呀，只能跟他们聊呀。你先聊好吧，你先跟他们聊。飞机跟6000，好吧。他们接吗？你问他们接吗？接不了，真他妈接不了这个，除非学友们听住啊，站着给我杀，可能我会接。那你跟老师讲，他妈乱子开头的，我承受不起的呀，他上来就80000。最离谱的是6块钱，大家可以参加抽奖啊，或者2000一次啊。那个真不接的。不，这样，既然吃鸡他们不接，我给你一个 offer 好吧？我给你一个建议，强子。行，来吧。我赌他们这把吃鸡。我赌这把他们吃不了。好，那你我输了，他们如果没吃，我就给你一架飞机；如果他们吃了，你就给我80000。来车了，张哥。怎么说？你接吗？不接。好，不接。那好，那我们把条件反过来：如果他们没吃鸡，你给我100；然后如果他们吃鸡，我给你80000。这样可以了吧？反过来可以吧？玩不了。哎，反过来怎么都不行呀？反过来都不可以吗？你正过来你不接？正过来接一下，对吧？就是如果他们吃鸡了，你就给我80000；如果他们没吃鸡，我就给你100，对吧？接一下，好，接了是吧？好，
兄弟们，八万到手，我只拿一万，你们一人吃三万五，好吧？加油！好啊！你们一人吃三万五，一人他妈三万五，狗呀，就把你们狗呀去狗呀去狗，直接去趴着狗，对对对对对，直接去趴着。别呀，别闹呀！前面山上有人看到吗，江哥？看到了，没有两个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么远，我一百博一万，他前面有人吗？我前面有人，快来！好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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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 ，nice，nice， 宝贝们。后面打过来的。哎，我这耳机有问题啊。我的耳机插的不稳，哎，帮我把这个插后面，天仔，前面有问题，帮我插到后面去。等下我耳机出问题了，插了吗？插了。OK。我他妈的肥出屎了，我操，切屏了，切屏了，我耳机出问题了，我刚耳机又炸了。张哥他妈稳住呀，兔兔，我怎么这么重啊，你妈离了你妈一千多米，这非常重，这把你收，你单人吃鸡分你四万好吧，张哥。哎，怎么在吃亏呀，过分了吧，神神，你打了两三个呀，你已经死了呀，你肯定就退出游戏了呀。啊，我这一波他妈打两个张哥活下来了呀。不是，我加一百了呀。来了，没了，看了张哥直接就被撞死了。加一百，这个才离谱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才离谱，他妈的直接撞死了，我操！我操！一百博八万不亏的好吧，你妈武装部队车上坐了一帮兄弟开着枪，车又对着人过来，是真的绝望，我操，这是真的绝望。还有几分钟啊，这个抽奖减一百，减一百，记账好吧，减一百，减一百，加一百，现在就付费吗？我操！没有，我让他们记个账就行了。不是水友们，那有点太过分了，说实话。哎，感谢小土豆飞机了。强哥收米，收米，收米。收米了吗？收米，收米，收米，收米。厉害！给老板啊，老板大气。呀，我们这几兄弟，我感觉总有一天有人要招个八万，你们猜一猜那个傻逼是谁？总有一天，总有一个逼要招个八万，你们看吧。万字的呀，万不可能是我。总有一天有个逼要招个八万，百分之八了个逼的，谁谁的？谁谁现在是在给我们下套？他妈的把我们养肥，妈的！是不是他妈怎么可能是我、啊、我不可能是我的呀，不是他要杀猪队啊，他先把我们养肥啊，宰我们的八万呀、啊、然后再把我们杀掉呀，他要是永远宰不到我知道吧，宰不到你是吗？哎，那个张哥朱哥，张哥这个月工资别发，直接转我这里来好吧，不是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，这些事我感觉是在北京玩的这时间人有点飘呀，哇！你知道你这属于啥吗？你这属于耍不起，知道吧？我本来就是呀，我本来就恶霸呀，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。我们这把四个人爆团，真的天下无敌啊！我已经飞了，兄弟，超慢的人了。不是你怎么就去了呀？讲道理，往回飘，往回飞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们往这个，往 P 岗走，往 P 岗走，直接走。
谢谢 Y 姐姐送的飞机，谢谢明布送的飞机，谢谢。有车我就下来了啊！我正在空中给你们侦查。我也在找车。呀，没有看到车呀！我看到飞机了。哎，我也看到飞机了，我去找桶油，好吧？你在飞机上等我，好吧？啊，这个地方是什么呀？这哇，我这里有个战壕。我这里有战，我这里有战壕。呀，这里不刷东西的吗？裂开了。不行了，我感觉在天上不太安全，我操你妈，我得下来了。我们就海边鱼排吧，就收鱼排吧，度假村鱼排。可以。还有两分钟就开奖了啊！呀，周围好多人啊，感觉好不安全啊！我摔死了！哎呦我操！什么东西啊，兄弟！你吼那么大声，把我吓一跳！我操，差点摔死了！我这里二级甲。哎！我他妈的习惯是 OD， 他妈的按了一下，操他妈干空格了都！不会现在就来人吧？哎！他们我来人了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在厕所，在厕所，我前面厕所。哎，我这里又有人呀！哎呦，他妈的脚步声怎么都是人呀？哎，都被收过了。玩六六呀，这把！哎，我炸了！我没枪，有多的枪吗，强哥？来来来，快快快！救人了，救人了！不要怕，我的枪儿回来了。怎么又是我们俩呀？我们这把怎么办呢？我们这把哪你们不得哪里有人赶快下呀！我们这把日子太难过了呀，我穷的一逼，我这来人了。等一下，来个人，刘哥来了，我过来了，被弄了。帮我，张哥，我们也在被弄呀。哦。呀，车翻了，我操！哎，我有活路，强哥，走，有活路吗？哎呀，有摩托呀！他厕所停了，走，快！谢谢阿旭有点事儿送的飞机，谢谢。没有油呀，没有油，飞机开不了，没有油。没有油。没有 oil， 这个东西要 oil， 知道吧？要油。我们直接劈杆呀，我们两个吃成猪在那个地方。我就有一个。不是，咱们也只能吃两分钟，他们很快就来了。没办法，只能吃了，这把只能吃了，我们太穷了。有人吗？有，想你快点开门，开走。哎，不用。不要搁浅！别打！OK， 我就来了，张哥。
哇，过分啦，直接杀我啊。就我死在那里，张哥。啊。他没给机会聊天，完全没给机会。又是上马的人杀了你，好像。嗯。我操！起飞，起飞，起飞！刘哥，有人去找你们去了，好吧？给个信息。哎，是泡泡，是泡泡。有谁来找我们了？哎，现在开车去了，开车去找你们去了。啊。开车找你们去了。好，让他来啊，来快点啊！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。你左边，你后面也来了，刚刚。马路上来了。来了，强哥，他们来了。这个逼他妈的直接炸了！我没有头，强哥，我没有头。他没有头的，我都没打赢他，就他妈离谱，我真的。强哥，我们两个要，我们两个要集合呀！强哥，我们两个要集合，我们两个集合，我们两个不能分开了。好好好。他过血了。哎，我操！天上呀，天上！我一会儿看一眼就知道他怎么瞄我的。哎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就在你身边呀，我就在这附近呀。你看我是那个你身边唯一的兄弟，他们两个都捐了。这个逼天上一直在转呀，跟个苍蝇一样，我操，崩溃了！啊，他们两个怎么没了呀？那他们就被交代了呀。哎，我这里来人，我们再搜一下好吧，我们就走。OK， 你们我们不收了吧，我们直接走吧，我们再收就陷入上把的窘境了，直接走，直接走。走走走，我知道哪里有车。谁碎的玻璃？我感觉刚才打我们那个是好，我有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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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来来，跟我走，他们打起来了。哎，他们要抢我们的车啊，老师啊！我操！我这里看有没有车，我在后面也刷车的，好吧？哎，他们过来！哎，强哥，我们分开了，你别去啊！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们这里后面后城区安全一点。冷静呀、啊！你直接走呀！冷静呀、啊！冷静，直接跑，往我这里跑，我这里安全的一逼。我再给你吸引，我再给你吸引。别吸引了，好吧？我怕死，我走不了了。上来了，这有一个秒了他。嗯，我他妈裂开，没了。你他妈的站着给你打都没打死，我他妈。举报一下这个逼先，操你大爷的！我票杀了，我操！我看一下他在画面。啊。不是我们分开了，我们分开了就不行，我们必须要一起走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就是我那边有车，你懂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一起走，好吧？我跟你讲一下逻辑，就是你我们一起走的话，我们见到人才敢打，就我们分开跟别人单挑，我没有信心，知道吧？没有信心，枪就不准。你在我旁边，我就有信心。操他妈的，打我这个人是个智苗，我操你妈的！啊，随机，我们对，我们开随机，不要开这个了，换成那个随机，强子换随机。换随机吧，换随机，换随机。我刚才被包围了，被围住了。哎。那个跳伞的时候，我们都黑屏，你们现在所有人都把屏幕黑了，好吧？都所有人现在先全部黑屏，等我们跳完伞之后再开那个显示器，再开那个，好吧？都黑屏跳伞，这样安全一点。好，